Thank you.
Thank you.
是在40年前，日本拍了一个电影叫《敦煌》。然后呢，为了拍这个电影，搭了这么一个古城。现在这个古城啊，这个景点了要收费。我那年很早以前，我上大学的时候呢。搭的那个什么，就那个叫刚才看是什么，我也不知道多少钱，那门票，假的，叫什么丝路古迹啊，那个。